提升 CCI 的参与率的其他最佳实践包括促进企业捐献，企业与员工对社会服务和志愿工作需达成协议。为了确保获得员工的支持，有人建议组织利用9个月到1年的时间来探讨企业社会责任，简称 CSR 的项目。另一项建议是在1年里平均分配 CSR 项目，例如用5个项目来实现社区需求及5个项目来实现员工的志愿服务愿望。一些调查发现，组织在支持 CSR 后成功留住了更多的人才。我是展杰，为您带来这一周的HCS 人力思维。